护佛种性，常时不绝，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。佛种性是什么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佛种从云生，这是说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成佛的那个种子。这一个种子，如果你要能够保护它，让它相续不绝，不绝就是不断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。佛种是什么？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佛种啊，我们心里的确实有啊，你只要有阿弥陀佛，那你就有佛的种子吧。中国人家家都拜观世音菩萨，你有观世音，你就有菩萨种子吧。听说过去新加坡还演过济公传，你头脑里头有个济公啊，你有阿罗汉的种子吧。魔鬼的种子是贪爱啊，兼贪是魔鬼种子啊，嗔恚是地狱种子啊，通通都有啊。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哪一个种子常常现前，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。现前的起作用的是什么？是我见、我爱、我慢、我痴，这就是起心动念四大烦恼啊，常相随，它不间断的。前念是染物，后念也染物，染物虽然有轻重不同，都是这四种烦恼混杂在一起，凡夫不知道，把它当作我。头一个我见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字的存在，完全是一种误会。有没有真我呢？真我有，涅槃三德里头都说有我，那是真我，那不是假的。化身有我，般若有我，解脱有我，常乐我净，这四德，这是自性里头本具。我是什么意思？主宰的意思，自己能做得了主，这才能成功。自在的意思，我们今天执着这个我见，不能做主，他也不得自在，他是烦恼陪伴着他，遇到事情烦恼做主，他自己不能做主。我们今天要学佛，要远离妄心，把真心找回来。真心就是佛心，就是佛种心，要好好的保护它，不要让它再被障碍了。相信我们自己有佛心，相信我们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的密切关系，我们原本是一体，现在还是一体，所以我们真正发心决定得佛现前的加持。我们什么都不求，只求一切时一切处阿弥陀佛名号常常现前，不会忘掉。佛门里头念佛人讲是念，是念念念念念忘掉了，被妄想取而代之，这种经验很多人都有。为什么我们念不好？毛病在自己。我们求佛加持，让我们没有神念，能保持这一念，一天当中能保持住不是这个念头，一月当中不是这个念头，我们就有把握了。这是真功夫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对于事发佛法，随缘就好了，不攀缘。知难行易，这是张家老师教给我的。行容易啊，知太难了。你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可不是容易事情。我们这一生搞了60多年，
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。你说多难，行容易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万缘放下，真放下了，身心世界一尘不染，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活在这个世间就是念佛，劝人念佛，自己不念佛怎么会劝人念佛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句佛号功德利益，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对于这佛号功德了解不够透彻。今天如果有这种事情，这家银行放的一堆钞票告诉你，你一张一张去拿，拿一张都是你的，拿两张也是你的，你一定不休息，从早到晚的时候一张一张去拿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那个好处吗？但是佛号的好处高过那个万倍都不止，你为什么不肯干？拿了个假钞票给你，你就那么喜欢，你分秒必争，唯恐漏掉了一张。用这种心来念佛，你决定上品上生，一定不能间断，不能夹杂，佛号决定是24小时不中断，把你所有的杂念忧虑牵挂统统念掉，这才是护佛中心啊。其余的九法界的中心，我们都把它远离，只护持佛中心。护佛中心就是念佛，持名念佛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退成佛，这多么殊胜，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够相比。常识不绝，这个话也是双关语。第一个，我自己不能够断掉，不能够间断。隐身的意思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最殊胜、最奇特的法门尽心尽力地宣扬，不要叫这个法门中断。希望每一个人对这个法门都能够体认，都能够明了，都能够发心修学。这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，我们能够这样做，满佛的本愿。满佛本愿就是真实的供养，这是对佛的礼敬与供养。